今天呢，玉山排钱包信用卡的揪团活动呢，今天会抽出一个 iPad， 我相信应该有蛮多不少朋友都是很期待，说到底好谁会中呢？好，非常的期待这样。我们等一下就要抽出来，现在10:50了，好，到底谁会中？我真的觉得好期待哦。好，那有没有人就是刚好也是这一团这个119人里面有人也在我们现场的吗？可不可以就是留给人让我知道你是几号，好不好？对，我们这边有1-119嘛，你们大家应该都知道自己的号码吧？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有没有人在现场的？不然的话，我们就抽出来咯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郭淑芬，嗨，胡玉成说捐出来，大和说，请问现在是抽玉山拍的吗？没错，我们现在已经要开始来抽了哈，已经到我们最精彩的部分了。对，好，有13号有在这里，好，太好了。然后郭淑芬就抽我，郭淑芬你是几号？对，赶快来分享，现在有这样很难找。对，目前只有一个人在吗？那我们就抽这个人就好了。有没有人也知道自己的号码的，好不好？赶快来写一下，让我知道一下到底有多少人在现场。对，郭富生是第100号，看一下啊、哦。真的好，我们这个我应该要来就是来跟大家讲哦，就是你要来看直播，然后有抽中哦，要画沙虾伯朗的王杰，好不好？好笑，跑生财务是60几号，然后阿德是106号，太好了。黄奕珍说抽我是88号。哎呦，我们现在至少有好几个人在这里了，那我们就真的要抽出来了。抽出来，今天晚上我等一下就立马下单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 Joyce 是110号哈、哦，非常的棒哦。我们这边有好多好多人，可是其实也很多人都没来。好了，不然我们3月份我们就来玩一个活动，好了，就是你要来看直播，然后抽中你要喊有喊虾，我画虾，这样你才会得，好不好？不然的话就是这样都没有意思啊，好不好？好，110，黄奕珍88，好，那我们就要开始来抽喽，好、哦，就照刚刚的玩法。真的，这真的是一下就定生死了。现在呢，来登录这个 APP， 好，就是抽奖 APP， 然后看一下，这边有一个玉山 iPad， 就是我之前已经设定好的第一个，然后点下去，好，然后现在它的数字就是从一跑到119，大家应该有看到吧？这样有看到吗？好，一跑到119，那我现在就按抽奖，应该是这个数字，抽了就出来了，3、2、1。有没有？我没有按到吗？好，再一次，3、2、1，出来了，答案是8。好，来看一下8是谁了。第8个是杨叉祥，对，他的电话是0978……528。有没有人在现场啊？这个杨叉祥先生，对，他的 email 是 yang， 对，@gmail.com。有中吗？这个，请问有这个有现场有人在现场吗？真的非常的恭喜你，对，就是运气非常的好，就是8号中奖了，太棒了，恭喜你。好啦，我跟你讲，大家不要觉得难过，好不好？如果你说不定下个月，好，我们3月份的时候，你可以中到那个，你可以抽中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的 Switch。那再不然的话，我们4月份还会再抽出，就是20个人来抽300块现金。好，好东西都一定会，宝可梦一定会分享给大家。好，请大家就是要跟好跟满。